Yeah. 欢迎收看，我是金钱豹，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我是 S 西阿司匹林，哈、哦，强调一下哦，哈，到我们的 YouTube，、哦、搜寻我是金钱豹，好、哦，认明这个豹头，好、哦，那我们的影片呢，一定有一个首播的 mark，r、哦、记得按赞，好、哦，订阅、哦，还有开启小铃铛，哈、哦，才会接收到通知啦，好、哦，那如果要更多的内容，欢迎加入我们的加强订。 好，那最重要的呢是要到 Facebook 搜寻我是金钱豹，好，加入我们的粉丝团，按赞加追踪，好，我们现在很多内容是 YouTube 没有的哦，好，你要到粉丝团才看得到了，哈，也会有好康的抽奖活动，啊，还有关键秘籍，啊，都会在粉丝团哦，好，赶快过去按赞呐、啊，那今天大盘好量缩好反弹，下礼拜呢量会更缩、哦，为什么？ 因为今晚被 K 噶了啦，哈，K 噶，啊、家大甲妈祖好不好？对不对？好、哦，九天八夜的，好、哦、徒步巡回之旅，好、哦、就要展开了，好、哦、对不对？哦、很多信众，满满的信众都要跟着去，好、哦、妈祖，好、哦、来绕境，好、哦、那很辛苦哦，对，你要打满三季，好没有打满三季，它沿路都有都有私打战这样子，哈、哦，对，你打完人马上就。 跟着绕进应该是超累的吧？对，我们通常打完，我们打完就要睡觉了，对不对？他打完再绕进，好，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妈祖显灵，神功附体，抗体无敌啊，对不对？没错，以前那个那个妈祖是放上身都要拿铁锤这样敲，对不对？现在妈祖上身来呀、啊，病毒来吧，这样子哈，什么奥密克我都不怕了，哈，对不对？哈，好，那么看看妈祖显灵，那事实上很辛苦的，哈，这么多人哈一起这样这样,這樣,這樣走的哦，哈，不对？走了。 九天八夜、哦，它是一个很辛苦的，好、哦、苦行，好、哦，那为什么这样苦行大家都愿意呢？好、哦，而且真的有办法撑过去呢？为什么？第一，大家一起，大家一起有伴啊，对不对？你看每个人都这样走，这样子，对不对啊？有些年纪很大的也是这样走，所以你就觉得大家可以，我也可以你就走下去，好、哦。第二个呢，你就认为说，我想要吃苦，好、哦，然后呢，我就应该会得到我精神上的一个提升呐、啊，好、哦，所以有时候怎么样？ 吃苦当做什么吃补啦，好、哦，所以精神上不够强壮的，哎、欸，就可能就借由这次哈、哦、九天、哦、八夜的、哦、徒步之旅，你的精神上呢就会大大的提升哦,哦。那交易上也是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交易的前十年怎么样？就是吃苦，好不好？就是跟黄连粉跟青苦瓜，还不是白苦瓜，青苦瓜。 上加苦超苦啦，对不对？所以前十年所有人都认同，对不对？你的交易怎么样？就是苦啊，对不对？那阿哥后十年呢？后十年你就习惯了，好不好？我 <laughs> 说啊，不是后十年就不苦啊，没有。<对>你说后十年不是换草莓蛋糕跟巧克力慕斯吗？没有，好不好？后十年还是黄连粉跟青青苦瓜，好不好？吃什么你就习惯了，好不好？对，你习惯了啊，对不对？你看黄连粉苦不苦？苦，但吃了好不好？好。 清苦瓜苦不苦？超苦，超苦。对，吃得好不好？好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样？你要习惯吃苦，你才能得到怎么样啊？这些的益处啦。哦，交易也是一样，交易的苦是什么？就是亏损。好，亏损苦不苦？苦。那你说你一辈子要避开亏损吗？好，论你前十年只是为了避开吃苦，那你后十年呢？还是不会得到获利？好，你必须习惯吃苦。 接受吃苦啦，哈、哦，你看很多人哎、欸，开始愿意吃，那那当然没没有什么人愿意一直吃黄连粉啊，实在太苦哈，他、哦、<laughs> 是愿意吃清苦瓜的人很多啊，对不对？好、哦，吃一吃啊，对啊。好，那就会觉得哎、欸，身体很舒服哦，对不对？你说不苦吗？哎、欸，苦啊，但是他吃道吃完以后怎么样？后续是什么？甘甜的哦，对不对？他是先苦后甘，先苦后甘，哈、哦，所以交易怎么样？都是先苦后甘呐、啊，哈、哦，所以这是交易的一个。 真谛好不好？所以重点是什么？可以一起吃苦啦，对不对？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吃，当然就累，对不对？跟那个大甲妈祖绕境一样，好，有人陪你一起吃苦，哎，那就会好，可以一直的走下去，好不好？这是一个超老的歌，好不好？周华健，他这么年轻的时候，他唱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好不好？周末前戏啊，来带来这首歌，好，<呵>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 至少我们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绝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搂住。虽然有时候交易会输，至少我们有一起赚钱的幸福。一个人交易。 只能认输，看我是金钱豹，不再孤单无助、哦。哇、哦，哦、好听好、哦哦，所以我们跟其他平台不一样，好、哦，对不对？好、哦，我们绝对不会插后不理，哈、哦，对不对？哦、介绍完股票后就不理，对不对？你看，你所有的股票，你只要留言，对不对？我们的全部都会回答哦，对不对？好、哦，无论大涨下跌，我们都怎么样？ 我们都在陪伴你啦，好对不对？好，重点是一起赚钱，才会更加的幸福。会不会亏钱？会，我们都强调交易是会有风险的，好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对了，哎，我们就一起赚钱，这个就是更大的幸福，比一起吃苦会更幸福哦，对不对？所以不用不用一一定要一起吃苦，我们可以一起赚钱啦，对不对？好，所以加入我们的我是金钱豹，我们给你一个陪伴啦，对不对？有一句名言，你知道吗？很讲的好有道理。 什么名言？你终究都要开欧洲车的，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开呢？好，对不对？这是 s c o d a 好不好 s c o d a 好，的广告，好，对不对？好，那我们也会，我们就会问他，我终究都想要找美女的，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找美女呢？那我就回答，找不到啊，好，对不对？不是一开始讲是找得到啊，对不对？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终究都要找人陪你交易的，对，陪伴你交易。 对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我们陪你呢？对不对？加入我是金钱豹，对不对？让我们给你一个什陪伴呐？好，对，在行情动荡的时候啊，谁会不离不弃啊？对不对？无论多无论狂，我们都会分析哦，哈，不是只讲多，好，然后呢，插后不理，哦，对不对？好，绝对不要找那种负心汉，好，对不对？好，渣男，好，对不对？我没有说谁，哈，对不对？哈，啊，所以让我们来陪你啦，哈，对不对？哈，所以说。 这个就是人生啊，人生真的是很苦啦。好，所以有一句名言啊，人世间有两难，登天难啊，登天这么难，但是什么求人更难哦，对不对？好，你出了事情要求人，好难啊，都不敢开口。有两个苦，黄连苦啊，黄连这么苦哦，对不对？贫穷更苦哦，对不对？付不出钱，非常的辛苦。有两薄，春冰薄，人情更薄啊，需要的时候呢都不在了。 有两险，江湖险是吧？人心更险呐、啊，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风险都非常高，所以他说，只有知其难，知道真的很难，克其苦，好的接受这个苦，然后呢，耐其薄，测其险，才可以立足于事业所以在这个人世间，非常的难。那交易就如人生呐、啊，好不好？所以我们有交易版的，好不好？这个、就是人生。那我们说，这个就是交易。那交易是什么？ 股市操作，先学会输，好不好？这个应该配声音的，好多人就很有感觉，好对不对？交易当中有两难，登天难，怎么样？多空更难，对不对？有人研究了一辈子一，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还是不知道多空，对不对？还是不知道多空，对不对？有两苦，黄连苦，怎么样？亏损更苦，好苦，好苦，亏钱都砍不下去，为什么？太苦了，哦！有两薄，春冰薄。 支撑更薄啊！你套牢就知道，怎么一直跌破，一直跌破？啊，不是说月线有撑吗？破月线，哎，怎么季线有撑嘛？又破季线，好对不对？年线撑得住嘛？昨天应该撑得住年线吧？再破，对不对？支撑更薄啊、哦！有两险，江湖险，行情更险呐！好，对不对？一下嘎空，一下杀多了，好对不对？好，只有什么呀？先想输。 再想输，准备输，接受输，好不好？交易才能获利耶啦，好對不对，就是不断不断的跟大家讲强调的风险啊，要摆在第一，好，那先想最坏的情况啊，你在进场交易啊，这样就 OK 了，好，对不对？好，所以你知道，先想好风险，然后呢，大胆假设，我们小心求证啊，对不对？好，我们上次上礼拜就讲了，对不对？上礼拜怎们讲考前猜题耶，考前猜题啊、欸哦，如果没猜到，没答到，没有答,答对，就算了嘛。 我们考前猜题，猜对了耶，对不对？我们上礼拜说，连假后这个东西在等你，什么东西？就是包尔要开会了。我说包尔讲的是什么？一定都是老鹰的啦，对不对？一定都是老鹰啦。四月六号当天晚上，费德要讲话哦。四月五号当天，歌王好不好？费德里面最歌的跑出来讲音的，对不对？好连他都戴起老鹰的帽子，那你就知道包尔一定是阴的啦，对不对？就所以四月六号。 我们说四月六号，他就要开始公布他的会议记录，一定是老鹰啊，对不对？怎么样看到是老鹰啊？完全没有悬念啊！所以老鹰一出来，台股就出现一个重挫的发展。然后上礼拜就讲了、哦，对不对？好，上礼拜愚人节糊弄了很久，但是还是要讲重点哦，对不对？不要有前面都在讲糊弄的，哦，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句话就够了，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多空模拟哦，对不对？我说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在等你，你要非常的小心这个风险。就昨天果然就发生的对,对，考前猜题。 猜对啦！那问题，你你有避开这个风险吗？啊，甚至怎么样？你有趁势啊，趁势交易吗？甚至怎么样？我们打出的这个什么台股推背图，好，这张推背图是在三月十六号当天就讲的，好，我们就说三月十六号就是第一点，然后呢要往上做多，上次没有人敢讲啊，没有人敢这个说这个地方做多，哇，这战争多可怕，战争多可怕，它就是一路拉。 然后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说四月六号就是四月六号，要特别小心啊，特别小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要,要利用这个啊，利用这个机会，对不对？我们就跑去好、哦、布局啊、哦，布局，对不对？大概在一七五九二好附近啊，分、哦、批布局了啊、哦、七口啊、哦、七口的大台啊、哦，对不对？好、哦，昨天最低来到一七一三三了，好不好？好，损益就不要公布了，好吧好？你自己算，好不好？自己算，好的，就是利用啊、哦，利用这个。 交易机会，好大胆假设，好小心求证，好你就可以有得到获利啊、哦，那对？那下来，接下来，哎呦，这个杀下去，就目前在这个过程中喽，对不对？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喽，对，我们都会那个加强点的都有得到这个课程，对不对？这个教学，好对。那目前是往下的这个过程中，到底什么时候是这里？什么时候会是这里呢？这里又是什么时候呢？好，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好加强点哦，好，我们都会跟大家讲啦，哈。 好，那现在有人问问题，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地方公开回答，好，公开回答。他说，外资的期货净空单已经剩下什么五千口了，是不是外资没有看空了？好，我们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哦。好，我们先来看一个数据。好，这个是昨天的，好，外资的期货走势图哦。好，对，它外资的空单剩下五千口了，这边看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会大跌呢？对不对？好，小外资空单比较多，对不对？事实上你要看小外资，小外资空单没什么变哦。 还是要一万四嘛，好，对不好，所以出现大跌，好，所以小外资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哦，对，它空单并没有，一直减少。那以外资空单很少啦，它重点是什么？外资这个时候已经不太需要，大外资已经不一定不太需要空单的了啦。为什么？因为它的现货的部位已经太空了。为什么？这个是外资累积的现货买卖差哦，哈，这个是大概年初的时候，好，累积的部位大概是零。 一路今年年初一路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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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賣,卖到这個地方，好，已经卖了多少？卖了六千亿哦，卖了快六千亿了呢、欸。我已经卖掉六千亿了，我还要避险吗？我还怕它上涨呢，对不对？如果现在台股涨了五百点，外资是被嘎空嘎爆的、欸，对不对？所以，我外资是担忧下跌，所以我照理说我要买一万口的进多单，我才能抵消我这个卖六千亿的空单啦、啊。就没有，我还是有五千亿的空单，不，我还是五千口的空单，对不？对 很空啊，对不对？很空啊！我是我我卖出正正确的，重点是它不但现货卖了六千亿，借券卖出的金额哦，好把它换算成金额，到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平仓到、哦、有多少？五千五百多亿哦。所以你看它现货卖了六千亿，借券空单有高达五千亿，它现在空了多少？空了一兆多呢。我现货跟空单已经卖了，三三短短啊年初才短短三个月就已经有。 将近啊一兆的一个空方的操作，那我还需要期货做空吗？我现在已经空成这样子了，所以其货不用，外资已经非常空，好不好？已经大过所有的好空单部位了。好，那重点是怎么样？昨天哦，这里这三天，你看外资卖一百亿、两百七十亿、四百四十亿，越卖越凶。然后呢，借券呢，前天增加七万张。 昨天又在增加哦，它在追空哦。对，昨天杀这么低了，你说哇，见低一点了吗？它还在追空哦，外资空不空？很空了啦，哦、所以它是现货，当它现货用力空的时候，它期货就不用空了哦，因为它现货均哦是非常非常空的啦，好、哦，所以除非外资现货转买超啊，借券呢再减少啊、哦，才有机会哦止稳哦，好、哦哦，那我外资动不动就卖超，动不动就卖超，好、哦，那你就要小心一些，好、哦。 而且外资的选择权，好、哦，这个是赌下跌的 put，一直都是比红色多啊，好的，一直都是比红色多啊，好、哦，一直都是一个偏空的，长期偏空的水位哦，对不对？对吧？他一点都不担心上涨啊、哦，他只想要一直一直卖，一直卖，一直卖了，好、哦，因为现货卖的够多了，所以选择权跟期货呢，好、哦，空单就不多，但是怎么样，还是偏空，好、哦，还是偏空、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哦，哈、哦，那重点是什么？ 外资的期货的空单成本，好，大概是一七五一九，好，对不昨天已经跌到好快一万七了，对不对？确定已经跌破外资成本了，啊，那就是一个偏空的走势哦，好，对，只要跌破外资成本，好，都要非常小心，啊，跌破外资成本，好，你都要谨慎了，好，所以再度跌破了，如果它站上外资成本，那就是轧空，好，那没关系。 一旦跌破，这是跌破了，站上来没多久，又再度跌破，哦，所以你要小心哈、哦。外资目前空单，哦、它是赚钱的、哦，它是赚钱的啦，哈、哦。那外资为什么这么空？关键是什么？台币，哦，它是看贬的啦，哦，台币你看一路的往上，就是一路的贬值啊，好、哦，对不对？好、哦，所以台币呢，目前都持续的，哈，往上就是持续的贬值，创新低，那、哦、台币一直贬值，创新低。 代表什么资金一直外移，一直外移啊？钱就是外资，因为卖完台股就转美金，因为卖完台股就转美金哦。好，所以嘛，它出去就没有回来了。哦，所以除非看它台币，好像像这样子明显的升值，好，不要再不要再贬回去，明显的升值不要再贬回去。你看那是升很快，一下就贬破了，升很快一下就贬破了、哦。对不对？所以台币起码要一段时间，好像这样子慢慢的往下走，好，是有一个升值的一个动力，好，不然如果台币都是贬值。 外资就是会啊一直撤出去啊，好，那关键都在什么？美元啊，那其实都不用讲，为什么？因为今年美国要升息十次，十码到十一码哦，这么多，顺带美元就很强啊。所以你看美元持续走高，好，现在最高这今天最高来到九十九点九喽，九十九点九哦，再涨一点点怎么样？就一百，好，如果美元指数破百，好，从两位数到一百，全市场都会知道。 就会非常恐慌，哇，美元超强，市场美元已经创新高了，已经很强了，但是它还没有到一百，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还好，没有涨很凶啊。如果破板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好了，市场就会非常的啊恐慌那台币的贬值速度呢就会更快啊。对，他说，哇，拼命买美金，拼命买美金，拼命买美金啊。那外资撤出的这个速度啊就会更快啊。所以最近一直观察啊，美金、美元指数呢。 好，是不是一直往上走高？高这边已经整理了啊，三四个礼拜喽。好，这也是再突破，它可能又会涨一段。那阿哥会涨多少？会涨很多吗？会不会一百就涨不动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中期的啊一个走势。好，这是美元的周 K 线哦。哈，这个是二零一七的高点一百零三，二零二零的高点啊，大概这边一百零二点多。好，这边有画一个下降趋势线，所以大概到这这里。 好在突破一百，一百零一，好，大概一百零二点多，哈，会初步的，有一点反压，好，这是短期的目标。那如果不小心突破了，好，来到一百零三，好，那你就要小心了，好，美元可能是超大行情，好，对不对？因为全世界现在没有没有有人像啊美元，哈、哦，升息的速度这么快哦，哈、哦，所以你要小心，哈、哦，如果突破一百，哈，市场会有第一波卖压。 如果突破一百零三，好，那市场的卖压就会更加重了，好代表什么？资金全部跑回去美国，好，那就更担心风险了，好，所以最近你要一直看啊，美元指数的一个变化了，好，那最后回到大盘的一个结构，好，好，大盘呢，我们这边有个低点，好，这边有个低点，这边有个低点，好，这个超跌，好，前面有个低点，诶，全部把它连在一起。 好，刚好有一个好长期的上升趋势线哦，对不对？所以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对不三个大头、哦，对不对？哈，一个长期的大头都集中在这里。好、哦，那、啊、目前已经跌破所有均线的了啦，好、哦，所以均线走空是已经确定的。好、哦，只是年限还是慢慢走平哦，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未来呢，啊、哦，跌破了大概就是一万七的整数了，好、哦，跌破一万七的整数就跌破了这个三尊大头的大颈线，啊、哦，那你就要非常小心。 下面的风险哈，下面的风险就非常大哦。这边这个一下去就没有支撑了，因为这个一跌破一万七，这个差不多就不会有支撑的。一跌破一万七，好，下一个支撑就是在这里哦，好，就是在这里哦，好，那就会有比较大的风险，好，就要特别的小心啦。好，那当然以我们的推背图来看，哦，这个地方的几率好是比较高的哦，还是要提防一下下档风险。好，那柜台指数也是一样，好，也有一条。 三尊头，好，对，三个头的，一个上升趋势线，一样，它现在是跌破了，啊，季线，季线站不上去啊，月线突破以后呢，又跌破，啊，年线突破了以后又跌破，所以也是明显转弱了，好，那转弱以后呢，一样，回撤这里可能会有点支撑，再跌破，好，那不一定是这个低点了，哈，再跌破你就不要预设低点的啦，好，所以目前是确定转弱，好，那会不会加速？ 好，会不会加速？那反正这个地方已经跌破所有均线了，你多单本来就应该要尽快哦，尽快出场了啊、哦！只是说，你如果想要做空方操作的哦，这个地方哦，跌破哦，就是空方的机会哦。大盘一样哦，一万七如果被跌破哦，就是空方的机会。当然，就多方一定要哦，尽快的来做避开了。好、哦，那等下加强定哦，我们会讲一些更重要的观念哦，还有什么？ 学员的问题，哈，他说我们要买，若要布局反一，啊，要怎么样来布局呢？哈，那如果是选择权呢？哈，我们要用推背图的话呢，要怎么样来操作？我们加强点，来一一为大家来解答。 欢迎收看，我是金钱豹的普通定，我是段昌文教授，今天来跟各位分享啊，大家常听到了啊，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哈、哦。那呃、哎，我想各位听到这句话，一定焦点都在鸡蛋哈。哦、对，因为这鸡蛋。<laughs> 对。你知道吗？它还有下一句，当然这个呃，不只有下一句啊，可能有下十句啊啊。那由经济学诺贝尔。 得主啊，这杜宾啊，他说啊，这个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去啊，但是也不要放在太多的篮子啊，所以重点就在篮子。所以接下来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是一样，哎、欸，这个叫做马克维兹啊。我想如果你念过商学院，或者是念过投资学，或者是念过财务管理，基本上都会被他残害过，因为绝对有念过。 投资组合理论哈，那我想一九九零年代的这个经济学奖，这个哈，它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投资组合里面的权重要怎么摆摆摆设的问题了哈。那呃，现今有许多的投资机构都还是依赖这种投资组合策略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念过投资学嘛，那念过财务管理。 那这些里面的某一个章节的投资组合理论，诶，就是他的博士论文了、啊、哈。所以因此啊，他就拿他的博士论文去写了一本书，叫做《投资组合理论》的话，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啊那很厉害，对不对？哇，教了好多呃，投信机構,构的一些投行的机构的一些投资长啊，或者是投资专家啊，他进行了一些投资组合啊，但是啊。 他曾经说过的话，大家要记得哈、啊。大家根本不看他的书啊，有没有听到？他写了这个书没人看啊，而且写了好多好多的文章啊，也没人看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学术界看的文章啊。华尔街根本就不甩他、啊。我们再来看哦，诶有一场诶他参加了一个记者会啊，结果被人家堵堵啊堵上了啊。他问他一个问题啊。 说，哎，他的退休金怎么处理？哈，其实他就这样讲哦。如果股市涨了，哎，我没有投资，那一定非常的怄嘛，对不对？对你也是，大家都是啊。但是如果股市跌了，哎，我套牢了，哦，铁定是非常后悔。所以，哎，他就说什么？他就说那就一半一半好了，那就一半一半好了。他还写了这个投资组合理论，叫人家用了公式，那个公式可是要呃五百年。 才有办法计算出你最佳的投资组合的权重呢。哎、欸，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竟然讲了这种话，所以他的呃退休金怎么放呢？那就五十 percent 股票，五十 percent 债券，这有道理啊、哦，非常有道理啊。问题是，那如果这个有道理，那他的投资组合理论还会有道理吗？ 哎，这个就变成说，哎，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不是也是出来骗的哦？这个，呃，似乎好像也是啊。我想各位投资，呃，曾经投资过的一些，呃，朋友们呐、啊，你的投资里面有去计算你的权重吗？没有啊。 你有看过这个呃这个公式吗？我想有看过的，或者是有被残害过的，相相信你也算不出来了哈、哦。那当然，这个投资组合组合理论的话，有它的道理存在了，但是实际上用用法的话，我想华尔街啊，基本上都很少在用这套理论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为什么啊？我们常听到啊，六十四十的投资组合，诶、欸，最佳化哦，所以你想想看哦。 这个是一九八七年到二零一七年，呃，某一个呃，这个呵呵投行哈、啊，他所算出来的哈、啊，也就是说，债券如果你持有百分之百的话哈、啊，哎，你现在报酬率可能只有五点多而已哈、啊。那增加了股票之后，你看这个黑色的部分就增加了股票之后，一直增加到百分之百之后，你的报酬率可是就会来到很高哦，非常高。所以因此啊。 但是你持有这些高风险性的一个资产的话，你的风险也会更高。所以风险跟报酬是有啊这个抵换的关系了哈、哦。你要持有低风险的，你的报酬就低；你要持有高风险的，那你的报酬当然是高，但是风险就高了嘛。所以因此啊，看这个图形啊，就会觉得说，那我干脆来一个这个就是不高也不低的风险，从中间切一半。 大家有没有看到中间切一半切在哪里？切在六十跟四十，刚好，所以市场上面就流行的六十跟四十的一个投资权重的一个配比。所以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六十四十的股债组合论了哦，这个影响到现在哦。所以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六十跟四十的这个历史哈、哦。当年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啊？可是贷款利率啊。 哦，欧美国家的贷款利率啊，你看一九八零年代啊，这来到最高点。也就是说，当年的时代，你想想看，如果民国七四年去问一下爸妈，那么他当时啊买了一栋房子，贷款利率有没有超过十趴？绝对超过十趴。所以因此啊，当年的利率非常高，发行债券赚的钱也非常多。为什么？因为它配息也超过十趴。 所以，因此，债券跟股票市场可以有互抵的关系啊。你看看，如果说我们用一年一年度来看哦，二零一零年、二零一一年一直到二零一七年来看的话，哎，基本上这是股债的相关系数啊。横轴是十年期的，呃，这个 note，那纵轴的话是 S M P 五百，所以两者基本上有反向关系。如果有反向关系， 你持有六十跟四十，或者是五十跟五十，刚好互相可以抵消，是没错的。但是当二零一八年反转之后，你有没有看到？哎、欸，股债是成正相关的、欸，所以因此如果成正相关的话，那岂不是你买了股票跌，债券也会跟着跌；或者是你买了债券，债券跌了，股票也会跟着跌？哦，这是双重的一个打击啊！那当然，如果说你用滚动式的来看，你看一下这个股票跟债券的这个相关系数。 哦，目前往前面推十年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呈负相关。但是问题是，它是用滚动的关系，之前是正相关的。用滚动关系的话，相信现在已经是滚到快正了。所以两者如果正相关，你还去纠结在股债一定要做搭配组合的话，我想这个风险会加剧哈、哦。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六十四十是不是确定已经死了哈？这个是很多投资机构在进行投资组合的时候，它需要做的一个股债的一个配置法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下面这个横轴的部分的话，这是二零一一年到二零二一年最近十年来它的报酬率哈。也就是说，你用六十跟四十的比重去配置出来的结果，平均每年。 大致上可以拿到十一点一 percent，但是如果扣除掉通货膨胀率的话，你也只有拿到九点一 percent 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在往前面推，推到两千年那个失落的十年的时代，哈，为什么两千年？这个大家应该有一点印象啊，呃，就是 d o c c o n bubble，也就是啊这个 d o c c o n 泡沫化的一个年代。这个年代统计出来的结果是十年。 那他说往前面推，这个是失落了十年的，之前有经验过的，当年每一年呢、啊，大家可以拿到二点三 percent，但是当年啊，诶也有所谓通货膨胀的存在啊、哦，所以因此如果扣除掉通货膨胀之后的话，大家我有们有看到是实质报酬率，结果是负的啦。那目前如果用二零二二年来看的话，有没有可能掉进这个以前所谓的失落十年的这个报酬率的年代？ 哎，这个不无可能哦，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再加上啊这个停滞性的一个因素的话，非常有可能会掉进未来失落十年，可能大家都会没有办法拿到正报酬的一个资产投资的年代哈、哦。好，那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哈、哦。我们看一下、啊，从去年二零二零年一月开始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啊这个？ 公这时候都是美国公债殖利率的情况啊、哦，都跌到谷底的，有没有？好，那接下来在二零二一年的二月份或者是三月份左右的时候，开始有一波上来了。上来之后的话，目前的趋势都往上走，往上走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些债券啊要面临抛售潮了。抛售潮之后的话，就是代表这个债券啊，呃，价格会往下走。 那往下走的话，大家有,沒有看到这个是十年期的，呃，跟两年期的一个呃 s p r a y 哦，就是代表经济的景气的一个最佳的指标。有没有看到这个？那是已经是变负了、啊、哦，这代表说现在的殖利率是倒挂的。那倒挂就未来的经济景气是非常非常的堪忧、哦。再加上这些殖利率被废的要拱上来的话，那债券绝对会面临抛售潮。 所以，因此啊，这些债券啊已经被面临抛售潮了，你还要坚持四十 percent 买债了吗？哦，现在买恐怕未来就是准备亏损的意思了哈、哦。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哦，呃，这个是呃 S M P 五百，好，这是 N e s t a q 好，这一档啊是总体的啊、哦，这个美全全球市场 VanGuard 所发行的一档啊、哦、债券市场的 ETF 哈、哦，但我们看到。 这个股票，股票再加上台湾的零零五零，结果呢全部都负的，那不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今年以来，股债是正相关的哦。虽然都是负报酬啊，但是啊，这个债券啊跟股票啊基本上就是呈负相关，呈正相关而不是负相关哦。再来，我们看十年期的跟 S M P 五百有没有一样的哈、哦？ 反向来看的话，这一个是跟债券价格是成反比的，所以因此跟 S N P 五百也是一样，是成的很类似的正相关的期期间哦。其实这个在二零一八年就已经有人在反映这个事实了，这不是现在我们看上面的是现在，所以往往回去追溯二零一九年。 哦，这个往前去追溯的话，基本上就有这个倾向出现了哈、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一档的指数哈、哦、，Vanguard 的哈、哦，它就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平衡指数。什么叫非常标准的哈、哦？六十 percent 股票，四十 percent 的债券哈、哦。那我们看它的走势，再去对应 S M P 五百哎，V O O 这一档的 E T F，结果呢，大家看到一样嘛，都在走下坡，所以可见。 股债啊，目前的走势啊是正相关的。那如果正相关的话，你再坚持这个股债的配比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抵挡到很多的风险哈。所以，因此你要怎么样子去抵挡未来这种情境的发生，而亏损掉你自己的资产的绩效？好，接下来我们在加强定的时候会告诉投资朋友。 如何应对我们未来？诶，会不会陷入所谓的零报酬时代，或者是失落十年的一个时期？